这球跳给塞勒，包夹上来了，再盖了一个火锅，连续两次翁家宏成功的协防。在这一次的防守算是非常的成功啊，连续两次大区的出手都挨到火锅。蔡文成要切中间大转身，空中找篮筐，哇，好球啊！这个球相当华丽，相当漂亮的一个大转身。确实啊，往左边的切入之后，适时的转身之后，还是用右手完成这次上篮的动作。哇哦，这个球一巴掌拍出去，球在哪里？这个动作相当小心。这个通常应该是打出全垒打之后所要做的动作。吴杰，空中拉杆，就出手再放在这里。小斯的身体控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！他们也知道苏奕杰想要进攻，两个人上来协防还是被他拉杆弄进，一大堆协防球员进了，拉杆拉到底，最后还是有办法控制身体。王太杰快速推进到前面，这个球被轰下来，后面是李凯燕的防守盖进麻辣锅。好，传球发生失误，结果被张文平给抄走，张文平要扣了。哇，这真的跳蛮高的，不止抄到了这一颗球。拉莫斯比了一下，拉莫斯进来了 ，DJ Ramos， 哇！在这一次的单手灌篮之后，再次的展现他的肌肉啊，这完全是一个锋线的动作。哇哦，这个球在篮下的双手暴扣是林志伟。真的非常漂亮，林书伟是个人的突破跟切入成功吸引到协防，一个篮下的小球找到李杰，苏奕杰过了，接着到拉底下空中拉杆抓出手，再越过了塞勒，不容易啊！第一线就过了宋宇轩，看到塞勒上来协防以后，身体的拉杆找到篮筐另外一侧，张东宪这个球空中拉底下出手进。下半场张宗宪的表现也非常的优异，先做那个转身，然后最